下车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前面四兵遇到共匪，今天车走不了了。走不了了？可我们要去长春呢。自己想办法。下来。什么事儿了？去，没你事儿。你们几个是哪里来的？长官，俺是响马河的。到铁岭干啥来了？家里人生病，来买药了。有路条吗？有有。共党要打四平了，派了许多探子到铁岭。没事的，别待在城里，早点回去，然后到时。吃香子儿。是是是。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总会是这样，我们呢是从沈阳到长春的，就说路上遇到打仗，火车走不了了，我们出来吃点东西。路条。哦，有路条。路条哪儿去了？没有路条，肯定是共党的探子。你误会人了，让我抓起来！哎，别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小心点！哎，别，放开我！哎呀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忘了整路条了。这世上就没有后悔药可吃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亮出你保密局的身份，没准咱能脱身呢。谁是保密局的？至少咱得想办法出去吧。啊，不得让吴桐知道咱们被抓了。你想让他来救我们呀？我就不信他能不救。你以为这个我没想到啊？昨天看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已经偷偷给守门的塞了两个金片，让他给家里打电话了。金片啊，哪儿呢？你看，哇，行啊，你小子。行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等着，来接我们出去吧。哪个部分呢？保密局铁岭组中尉情报员，奉组长之命来提两个人。进去吧，把门打开。你们干什么？打黑棍呢？哎呀，对不起了，唐上尉，你这个勾结国民党大特务的汉奸，从哈尔滨逃跑以后呢，同时还营救了一个潜入的国民党特务，我们找你好久了。你们都什么人啊？啊？共产党？共产党可不能冤枉老百姓啊，长官，你一定弄错了。我的这位兄弟啊，压根儿就没勾结过特务。弄错。这上面，这玩意儿是你的吧？长官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你让人给谁打的电话？吴桐。吴桐是谁？你知道吧？保密局的大特务，
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！你是谁派来的？马汉鹏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马科长派来的呀。放屁！我带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老实点。我告诉你，给我放老实点。这里是铁岭，不是沈阳，十个武童也救不了你。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走。去哪儿啊？哈尔滨，让那儿的民主政府审判。带走，走走，放开我，走，放开我，快点。沈副区长，找到唐爷了？找到了，我让他们秘密的押过来了。唐爷他们现在非常危险。曾处长，马上通知沈阳铁岭的同志，让他们全力营救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兄弟们，别误会啊！我是保密局铁岭组的。组长，王八蛋，看我回去怎么扒你的皮！都下来！是。喂。喂。两位辛苦了。刘秘书，你看这个。有人跑了！有人跑了！你就这样把他杀了？我不杀他，他就会把你带回江北，把你杀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的？干爹接到匿名电话，立刻就给铁岭下了命令，又担心你，就把我派过来，没想到真的出事了。那他们是什么人？你没听他们说，他们是从松花江北边专门来抓你的。哦，就是你们的人干的。就是姓马那小子派人干的。你魏先生请吧。